哭掉几道了，他每天很担心上班，说妈妈我上班了，他说我今天又去补课，我说你要小心啊，谁知道呢？11点多就电话回来，我以为是诈骗集团。后来我先生接，哎呦不是了，那么大的，你应该要叫那个比较正式的。我那是那个嘞，做志工的。我想我说对呀，才几岁而已啦。妈妈保重。我一个家都被。杨哥在家里呢，他接到说杨威，他说是杨威打的，对我说我跑去接，他说你是杨威的爸爸吗？我说是啊，什么事？他说杨威被风叮到很严重哦，赶快这样，他就好像被叮好几次过敏，以前就被叮过了，叮过，那以前有这么严重的反应吗？以前没有啦，以前好像你叮一次就没有，越叮就越严重啦，他的免疫力就不好了。哦，可是他应该不要叫我们医校这样子上去弄，所以应该叫他真正的医校弄才对，这样会伤害我的小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很认真、很善良，然后又热心助人的一个很好的兄弟跟朋友。对，我们大家昨天听到这样子的消息，我们大家到今天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。那您昨天怎么会听到这个消息的？我们昨天早上还一起开会，然后我们还分享物件，他 FB 的最后一篇 po 文还在 po 帮客户服务的案子，对，然后我是刚刚也是在拜访客户，拜访到一半，我听到他们义消的伙伴打电话跟我讲说还在急救，我就赶快放下左边工作，我就赶快冲到804医院，然后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很热心助人，对啊，然后又孝顺又勤俭，所以很舍不得。